茄子，别总炒着吃了。今儿呢，分享个新吃法，成本不到2元，好吃又好做。准备2根茄子，去皮后将它切成均匀的厚片，像这么厚就可以了。装入盆中，在上面打一些清水，搅拌均匀。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，让每一块茄子都沾上均匀的一层淀粉。接下来准备一把大蒜，大蒜切成粒儿。下一步，把锅中的油烧至6成热，直接下入茄子，给茄子炸成金黄色。油温升高，再复炸一次，炸个10几秒，放在一边控油。碗里加盐、味精、一勺白糖、2勺白醋、1勺生抽。搅拌均匀，接下来锅中来少许油，加入蒜粒给它炒香。炒香后淋入料汁，下入炸好的茄子，翻炒均匀。这一道好吃又好做的茄子就做好了。喜欢这道菜的朋友，不妨把我的视频收藏起来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就关注我吧。